今天下午我妈家要栽红薯，我现在去买点油条，买点凉菜，中午吃完。
哎，要不街上我是面头，你没吃，你看小面包给卖，回来给卖麻子，卖凉菜。嗯。昨天还给我送面食吃。你知道吧？恁家吃这个粉皮，它能腰疼，多块钱。能腰疼啊？啊，对，不要块钱。啊，多腰来，多腰来的那个。嗯。好吃不，恁家？好吃。下回还给你卖啊。嗯。这一个蒸面糕太少，有个三四个人呢。那再有上午给卖一个鸡，那要卖一个鱼，还更丰盛。不是吧？就一个了都往家卖，三四个了，这个推着，那个推着，谁也不卖了。不是说人，是呗？那可不是，三四个的叫卖。你给咱爸卖看，就说我卖这两次卖油条，你给说那我叫弄个鱼吧，就说你等于叫我卖个鸡，是呗？你商量嘞。愿吃这个，愿吃改天就先喊你买一个啊。这也不能，这也不能光多吃。那个，那个，那个。这都是现榨的，这个油有点大啊，偶尔吃一下都这样，不能光吃。那不能光吃。你别啥吃，我叫。